对，自由手，如果想要帮朋友拿，也可以多拿，真的。已经转型成为自助式。非常谢谢各位，可以试着去聆听我的音乐。对。然后今天来到鹅銮鼻，其实很开心，因为我们一直以来都很喜欢垦丁这个地方，就是不管是暑假或是冬天，其实我们都会在忙碌的生活中抽空来一趟。那也希望大家来参加这个活动之余，要注意这边的环境，因为我们不会有再有第二个鹅銮鼻，不会再有第二个垦丁，也不会再有第二个地球。大家要好好一起跟我们爱护这个地球。那接下来这首歌，其实我们也是，之前有很多的新闻事件嘛，不管是反核的啊，或是一些环保议题，然后我们的吉他手所写的一首歌叫做《战斗》。
在我们还能够做些什么，趁现在我们还能够弥补什么，来得及还来得及。谢谢谢谢。哦，还有 CD， 十点十分，nice， 40分，哎，好，那，对，下一首歌，因为我们是来自台中，所以希望可以来介绍一下我们台中的特色美妙的东西，对，来，太阳饼，太阳饼 ，CD， OK， No problem， No problem。好，不然下一首就带来我们为我们的生长的都市台中市所写的歌好了。下一首歌叫做《城市的心跳声》。Put your hands up。